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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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哦，谢谢你们。刚刘志天在真的要讲休息的时候，因为我和那个就是另一个女生，她叫郭少安，好像郭少安平常就是我们不管是各自表演还是一起表演的时候，都会很紧张，不知道讲什么，然后讲乱七八糟这样，然后就觉得很有趣，刘志天就觉得很有趣，说为什么你们讲话都可以这么不自然的，然后在台下笑我，然后刚下去他就说我第一次表演这么紧张所以我终于觉得我有伙伴了这样。我要回一些话吗？我刚刚不是有 say 好吗？没有了，没就没有。放轻松嘛，我们今天是一个客厅的状态，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你在客厅，都穿内裤。我在客厅也会紧张啊。你在客厅怎么一回事？高压是不是？好，接下来呢，我们会唱比刚刚更多的歌。好，一首比一首精彩。哇，自己说，一首比一首难过，有吗？没有啦，没有，就是交错这样，很开心呐、然后很难过，这样感觉蛮不人道的，就是三温暖，高潮迭起，对，三温暖，高潮迭起。我在客厅也蛮紧张的。这首歌叫做《在孩子面前》，然后词是我们的刘志天写的。好，那我短短的介绍一下这首歌，我在。东海大学修了一个老师的课，他是一个作家，应该有人听过，叫周芬林。我有听过。你有听过吗？因为我常跟你讲，我还认识他。那所以因为那个课，那是创作课，我因为那个课认识了一些我们会称为文人的人，他们很喜欢用一句话来批评诗写得不好的人，他们说这个很像流行歌词，所以我就试着想要写一首可以用来唱的歌，但是又可以称为是一首还可以的诗的词。我自己是觉得我好像不太能办到，因为我觉得那是大家有一个人的说，有一些一群人的说法，他们说新诗、现代诗他们不太在乎押韵，因为一旦有了押韵，我们就会想要用吟唱的方式去念它。但新诗设计起来应该是要用来念的，那是他们的说法。所以我写一首这样的歌，那它也是一首对我来讲蛮有意义的歌。因为我怕讲太久，我怕讲。你刚说短短的。短短可以啦，可以吗？因为我是一个从小也是学音乐的人，然后后来准备放弃前遇到这个人，然后我们就一起写音乐，然后我就让我很安心的放弃音乐，好好什么意思？好好做错什么事？好好写词的感觉，我是蛮庆幸的。然后这首歌在孩子面前，那个孩子，我想。传达的是孩子好像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不一定是一个实体，例如一个很小的五岁小孩就是孩子。我觉得很多大人们，我们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其实真的不是很理解我们，我们就很像在对小孩对话。其他东西都在歌里面，那我就不多说了。在孩子面前，
随风飘远，与愿望可以单归。他缓缓追，缓缓地追，追入麦田，追入乡野成堆的落叶。花落谁家，无言在恨着很久以前，愿悲歌可以荡起，愿哭泪可以荡水。和在孩子面前，我睁不开嘴，和在我流不出泪，可在孩子面前，我舍不得安然入睡。可我好累，可我撑不过今夜。在孩子面前，谢谢。好好听哦，是我布的曲。好，好像小孩子，是我布的曲。接下来，这首歌是叫《当天将明》，但这首歌是我和刘的日天第一次，是吧？是第一次合作。是的，第一次。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这样一起写的。哎，是一起写吗？好像其实是你写的。但是很有趣，曲是一起写的，而且我们是隔空合作，对，而且很有趣的是，那时候他只是传词给我，然后说，那个曲我已经谱好了，那你帮我看词有没有什么你想要，加加减减或是有什么想法这样，然后我误会，我就帮他谱了我自己的曲，然后传给他，他说，怎么会？你怎么知道我写了什么？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写的。蛮像的，然后就跟他有了第一次的邂逅。那要不要跟你讲对这首歌的看法？我就不解释了。这首歌的看法？对，不然就好难哦。那就唱吧。我每次都觉得这首歌好深奥啊，果然是文人写的。我不要叫我文人，我是不叫你普通人。这首歌叫《当天将明》。唱着我爱的歌曲，在无声无息的夜里，那段古老而懦的旋律，外面的世界是无从比拟，然而有日你唱给他们听。路漫漫走，总会走出道理，你总是这样说。那我这个就不用去录了吗？
退了我几年的旧情，现实打破美满的词句，唱来还是很好听，但有日或许将没有人听。总是这样说你，当天降临，我总能说清失去的勇气，却担心他们的世界怎么的僵硬，怎么走起残留的心里做我的一匹马马前进。唱出到底，你总是这样说明。当天降临。你们不热烈耶，真讨厌。很难得听到这么好听的声音吧？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你真的太棒，我们真好。